It's okay.好笑，感谢啊，感谢喜剧之王十三太保的这段不太 OK 的表演。选这么半天就选出这些人挑战是吧？刚才那段舞蹈就证明脱口秀不一定要看文本嘛。咱们笑得太好笑了。我就希望这股威风止于今天，不要成为这个圈子的潮流。对，太吓人了。来不及了。爱情里，掌声有请真正 OK 的气氛组组长于书欣。Hello， 刚才演员们的舞蹈我看了，很幽默，但是呢，都把我跳内疚了。4年了，也没有一些新的音乐代表作给他们表演，是我太不努力了。怎么样，欣欣子，今天是第一次表演脱口秀吗？对啊，但是我小时候去试戏的时候，每次我自己演一大堆，然后人家都跟我说，我觉得你应该去脱口秀。你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已经很搞笑了。就你讲出来之后，我就觉得还真更搞笑。尝试一下表演。唐香玉小姐姐，我很喜欢听那种就是说话能让我联想到很多画面感的人。你不说话我也有画面感，因为太美了。谢谢。